我们的梦想吧。什么？讨论梦想啊？我的梦想是成为美少女战士哦。好爽哦！我们也是哎。笑死了！一群屁孩谈论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哼，那你说说看你的梦想啊？当美少女战士，我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中文满学分，最后希望廖之佑哎。哎，可是等一下，你知道今天有很厉害的一群人要一个吗？哇，比我厉害是比我矮还是痘痘比我多啊？我敢说啊，他们一定比你有毅力啊！学校对他们来说就跟浮云一样平平。哇，个个都报名参加哎！只考大考试加油，让我们欢迎你们这一次只考战士，请从右边上台，左边下来。那首先谢谢各位友社还有家长以及历届老人今天愿意来参加十五届的社庆，那他们为了今天真的准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的小孩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社团上，还有他们投入了那么多，到底是为什么？那也相信基安的表演绝对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那最后对在幕后十五届说，今天是你们康复站的最后一站，康复路的最后一站。那祝你们今天一切顺利，相信你们今天是最棒的，谢谢。好怀念每次练完活，我们就像现在一样站在一起聊天哦。怀念是怀念啊，但是每次练活的时候，总会有一群怪的老人站在我后面，默默的盯着我看。哪里奇怪啊？他只是来关心我们的啦。让我们欢迎仁心医疗三届的老人，从右边上来，左边下来。只有我一个人上来，对不对？然后我代表一到十三届老人嘛。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了，因为每一年我们大概就见这一次面，跟我们的学长姐跟学弟妹之间这样子。那其实，我认为呢，现在在玩社团，不论是我们的仁心的学弟妹，还是在场的每一位高中的伙伴，或者我其他社团的朋友们，其实从高中开始，从16到18，就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大人的时间。那不论是认真念书还是玩社团呢，其实我们都在学习当中。我们自己，我是七届的。那其实未来人生呢，不一定呢，一定幸福完美，但是呢，你现在努力绝对不会后悔。所以希望呢，给在场的每一位呢，不管是康武社不是康武社的各位学弟妹们，都好好加油。那最后呢，还是要把时间还给我们的仁心的十五届、16届，因为有你们今天的努力呢，我们才有机会来这边看到你们表演。最后，我仅代表1到13届老人，祝我们仁心康武社社庆大成功，谢谢。学过物理啊？当然有啊。哦，那已经知道牛顿那个小混蛋哦。牛顿那是老狐狸，谁不认识啊？从高一物理第四章物理的运动，物理的运动到高二物理惯性定律，再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到处都有他的身影，烦都烦死了。那你知道有一种是由史莱特斯利德所做的反作用力是什么吗？
知道知道啊，不就是那个张力吗？你知道张力的大小也是振动性质之一啊。弦乐器借由调整弦的张力，来调整其音高，并借由振动发出声音啊。那么厉害啊！不是，一下伸长，一下拉短，一下振动，一下发出声响。我速度的少，你不要骗我哦。让我们欢迎龙心十五指导张力大哥，请从右边上来，左边上来。各位师长、各位家长、同学们，然后康复界的伙伴们，还有我们龙心的所有学生界们，大家午安，大家好。设第十五届的指导师张力，那今天呢，这场设计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我们十五届自己一手包办，从设计理念规划、目的的发想，还有剧本设计，甚至到后面的活动练习、道具的设计、影片剪辑、音乐剪辑，其实都是我们十五届自己用心努力的去准备，想要呈现给大家十五届这一年来在康舞社的所学所得。那在这边呢，我也要代表十五届，非常感谢所有的师长跟家长，在背后提供支持，让十五届可以去自由的发挥，自由的去选择自己想学的东西，去做想做的事情。在这边，我想请借大家的双手来给我们的家长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当然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学长姐。因为有所有学长姐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一代的把我们所学的东西教下去，所以才有现在的十五届能够站在台上展现最好的。所以在这边一样也请大家借一下双手，给我们的学长姐一个掌声。最后，谢谢我们的所有的中仁高中的同学，还有康舞界的所有的伙伴们，在这一年间给龙心十五届的陪伴，还有相互的学习，让大家可以一起在这条路上。不是孤单的，这边一样想借大家双手，最后给我们的中仁高中的同学，还有康舞社的伙伴们一个掌声。最后呢，也希望大家把最温暖、最热情的欢呼声以及掌声留给我们的十五届和十六届的表演者，因为今天是他们将所有的一切奉献在这里，燃烧自己的青春，想要给大家最好的、最棒的一场社庆。那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有个愉快感动的下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张力大哥。恭喜，不要走，赶快走。